呢，继续呢，我们要来介绍这位呢，可以说我们新加坡呢，我们国宝级的人物哈。那他的歌曲呢，可以受到呢大家的喜爱。那他很早以前呢，就在跟这些管弦大乐队呢，在唱这个呢，在 Esplanade 那边呢，唱了60个人的管弦大乐队。那么他是新加坡呢首席两位，他是其中一位哈。来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这位尊敬的大姐，从年轻呢。到现在呢，还是始终如一呢，是文文静静的，而且呢非常有礼，而且呢也非常非常呢，可以讲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这个前辈、哦、而且他很不像艺人呢、啊，是，你觉得吗？对，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，是自己的大家自己大姐姐一样。是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洗耳恭听，那么一些呢可能年长者都非常喜欢他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小调天后黎川为您带来歌曲《凤凰于飞》。谢谢我们黎川姐姐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柳眉花眼，一身而娇，春色幽香，人间报道。山眉水眼，盈盈一笑，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。像凤凰于飞在云霄，感谢您欣赏这首《凤凰于飞》。紧接着第二首歌曲要为您演唱的，同样的一首年代相当遥远的一首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夜来香》。谢谢。
乡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烟影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，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鼓励的掌声，掌声同样的给我们四位美女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那紧接着第三首歌曲，再为你演唱一首，这是一首除了我来的话，不然的话很少人会唱的一首歌曲，为您带来这首《我愿是只小燕》，谢谢，谢谢。天天飞到你的身边，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